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要来进行选秀啦。那已经应该有一个多礼拜没有上片了。那最近呢，就是练了一些卡，所以钱就变少了。那我们马上来选秀吧。第一个就一到五的话，我就先放亚职的，接下来放国家队。那最近就王建民比较贵啦。陈伟英就往下，好，接下来就是明星赛，18年，那我们马上来选吧，选到两张，选到的是，这应该是亚职的第五，这应该是第五个的郭彦文跟明星赛的林志胜，这边获得了4亿。还可以啊，勉强，因为我选到一半一半的几率又选到一张。好，那我们选秀就选到了桂文跟林志胜这两张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